大家好，这是要开箱的，没错，这是 Bandai 最新 SD 钢弹系列的浮空钢弹，也就是这次故事的新主角。说到浮空钢弹，不得不说，其实原机是来自 Chief Destiny 的脉冲钢弹。如果有兴趣想看这套最新 SD 钢弹世界群英集的朋友，可以到 YouTube Gundam Info 那里收看。其实装的过程贴纸的方面要稍微注意一下的，因为只要不小心贴错或者贴歪了一边，要弄回去的话是比较困难的，只要你暴力就 GG 的，所以贴纸方面真的要很小心的注意的。还有一方面也要注意一下的，就是它的质量问题，它的质量是比较差了，可以说比 HG 还差，所以你要换装还是装错要重装的话就很注意力度了，一大力一不小心也是 GG 的，这两方面我觉得要多注意一下的。对的，浮空钢弹还有附送上 PD 卡，最后就给各位欣赏这个做个结尾吧，多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